看一下我们现场你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追月人啊。好，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林将军还有袅袅有关的，然后我们需要现场的两位来抢答。你们要不然两位的队长太远吗？皇后家长，家长，两位家长好不好？那就岳飞跟我们的三皇子苦对，找一下那个苦的竹简，看一下里面写了什么。第一个名场面就要来喽，大家准备好，第一个名场面就要来喽。哇，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看一看接下来的竹简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甜的内容，好不好？那选一下吧。刚才获胜的队伍就是还是我们的磊磊队。磊磊，你再选一个人。最后那一句，愿来生无。